将一切拢放我袂记的，连本事人嘛甲放我袂记的。文清，我知影，我知影你是爱我，对不对？文清，你是爱我，对不对？一个情，我承认，我是真喜欢你。这么多年来，一点一滴，在我的心目中，我唔敢叫放袂记。但是坦白讲，咱两人斗阵，迄是一种习惯，这个感情是有一点仔无共款。你是讲爱情？我对你的感情较重过爱情，我对你的责任较大过一切。感情是需要双方面，爱情是需要双方面的。我希望你会当了解。手拿来挽回这段不可能的感情，想到到这个时阵，你还袂明白？假使我若因为今日自杀来勉强我家己接受你的感情，安尼你会快乐些？你会幸福些？安尼我嘞，你甘愿自我欺骗，都不爱面对现实？安尼落去，你所受的伤害会更加大，我的感情会陪你去死，你知影无？是嘞。啊，雷霆嘞，哪会不来？两个冤家是无？其实我感觉丽婷袂歹啊，这查某囡仔你来好好把握。我看吴老板拢认为恁两个做错配。有适合无适合，我家己了解。我家己感情，我家己的注定。无论别人用什么款办法，都无法度改变我。就是自杀嘛是同款。自杀？什么人自杀？啊？等下，你还袂回答我，什么人自杀？啊？是不是丽婷？咱上好就别录音室，吴老板在等。老文清，想不到丽婷自杀，你竟然什么代志拢无发生过同款，你头壳内是咧想啥？啊，无我是爱安怎做哈？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想袂到，想袂到你这么无负责任。你若为着文清恨我，我袂怪。但是你真是误会啊！我甲文清只不过是同事的关系，毋是你所想安尼。你是咧骗囡仔，是骗一个痴女啊？恁两个安怎，大家心肝内知知啦？是你破坏我甲文清遮尔啊侪年的感情，是你逼我走对这条路的。我知影你一直怀疑我甲文清。我真实将恁两个当作是我家己兄弟姊妹同款。假使恁若结婚，我嘛足欢喜的啊！你根本是讲一款做一款，若不是你一直给文清机会，文清哪会这尼啊爱？有这尼啊多年的感情，嘛袂这尼紧就给你破坏。我更加袂用死来表达着我对文清的感情。我承认是我唔对，为着惊伤害文清，我一定唔敢将话讲啊清坦。我就是知我甲伊只是朋友，无其他感情。你甲文清拢分袂清楚，只有我才分得清楚。我爱的人是文清，你莫在我面头前搬戏。你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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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老实点，你有听到无？你走。丽婷，不管你是毋是相信，是毋接受，我拢为我做唔对的代志负责。
我真是诚心祝福你，可是幸福，你若不好好拍，一定是永远的遗憾，以后还有用。 你要我对我来啊，好不好？雷霆输了你，你应该照顾嘛。我该无可能。为什么无可能？你敢不知影爱人是痛苦病的是幸福？伊这么爱你，你应该好好珍惜。我爱人不是伊，是文清。为什么该爱人你无爱？你偏偏你敢不知影你一个人造成偌济人的痛苦？敢讲雷霆自杀，你免负责任？敢讲你一点仔唔对都无心？我无啥为什么负责任？ 老文清，你太自私，你替我那点安排，是你自私，也是我自私。 你也跳未？可不可以先休困一下？我哪会使休困？人家才领罪呢。我是惊你小跳，叫伊早起，伊就无闲到即阵。袂啦，我养啊一只敢那牛的，而且人家才领罪，我哪会使先走？你啦，你先等伊休困好不好？才有我一个会使。好，嘿，安尼啊，安尼算你五十条啦。好，谢谢。来，有事给你。好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。再来啊。看到无？ 本来已经给你一人在这领辛苦，而且我有讲价，我要好好照顾你。来，钱拢交给太太。嘿，安娜，这哦，这一斤算八块着，水啦，你看。红玲，红玲，你安怎啦？啊，你安怎？我自己干。 啊，无你心里休困一下啦，好。红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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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啥物啊？红玲，你莫甲我惊啦。红玲来，红玲，红玲，你莫惊我呢。啊，你醒起来，紧嘞，红玲，红玲，红玲。 红玲，红玲，来来，咱坐起来，紧来，坐好，来来坐起来，来坐起来。你安怎？你要甲我惊死啊啦？你当作昏气，你知无？红玲，红玲，你安怎啦？啊？我规身躯的骨头够疼，我一点仔拢无。我来叫救护车吼。免啦。 啊，那，那去病院啊，还要交做侪钱。你即摆过来烦恼什么钱呐？身体健康才重要啊。我这已经是骨折头啊，休困一下就好啊。什么骨折头？你即摆身体愈来愈歹，你知无？我家己的事，我家己知啦。我啥物代志？你妈安尼好。 你人明明就遮尔艰苦，你搁加到敢那无啥代志？我知影你是烦恼无钱，你当时我的烦恼，但是我叫你恁妈安尼好无？你安尼，我对不起，我无法照顾你。你妈安尼讲，你妈安尼讲，你，哦你。 我知影你对我真好，我为你活落去，我不会有代志的，我不想有代志。是不是你无代志？
你连为着你自杀，即摆人伫遐病院，还阁讲无代志。你莫一直咧骂咱文清好无？这代志袂使拢完全怪咱文清咧。啊，一点仔小可代志尔，啊，当着就要自杀啦。哦，这款查某囡仔足可怕嘞。那以后咱文清若继续甲伊斗阵咯，啊，唔知阁有啥物出头出来。到这个时阵，你还阁讲这款话？人伫遐病院，强要死的，你还阁咧为哦？那囡仔都是互你安尼成歹去啦，这食到这大汉哦，一撮责任感都拢无。 是，我听当拢袂晓分。爸，虽然代志表面上看，敢若是我毋对，但是你莫甲我遮啦，我问你啦，这个代志你当拍算要安怎？我甲你另外因老爸是遮尔侪年的朋友哦，但发生这个代志，你是要叫我安怎样向你交代就好啦。你自细汉的时阵，人对你安怎样，你心内也上解清楚啊。你顶下是伊家己的孤查某囝，你知无？ 但即摆发生这落代志，在你少年的时候，感觉无安那样啊！你敢有想到讲，我做父母的人是要安那样啊？对无？过来，过来看看你啊！死死袂去啦，活活袂落去，有啥物通？ 有啥物通我关心？我即马倒伫遮嘛，无法度妨害着你甲文清斗阵。我知影你搁替我有心计，但是我真正解释过啊，谁人你拢有接受。既然你知影我袂接受，那安尼你搁来从啥？我毋知我是安怎来遮，我甚至毋知影。 我活的是为虾米？爹爹，我毋是你所想所看迄种人。可是咱若当做朋友，徛对方的立场上，你就了解我的意思。咱是要安怎做朋友？你是一个有翁有家庭的人啊！你今日所做的一切，你要叫我安怎想？敢讲结婚啊，就袂用有朋友是？会晓有朋友，啊，毋过袂用有男朋友。 我问你，假使你今仔嫁人若是文清，你是毋是安尼对待伊？我对待伊，啊，不过我会用真真楚楚甲你讲，我是绝对袂，我袂去伤害着阮翁，更加袂为着家己的子孙去伤害着母狗的第三者。董小姐，假使你家庭甲婚姻的观念若甲我无共款，莫讲是这，我看连讲话都无这必要。像我讲的话，我无人会当接受。 无人会当谅解。像我讲的话，我无人会当接受，无人会当谅解。其实，我希望自杀的人是我，安尼我毋免为别人活落去。要毋过死，敢会当解决问题是？我想我会过来遮。 是希望互你一点仔力量，也希望我家己力量。我对人生、对所有人，我真是无一点仔恶意。我常常想要找人讲话，但是我无朋友。只有文清，伊肯主动了解我，肯关心我，但是我真是把伊当作是一个知己的朋友。 我希望你会当了解我，我袂过来。我安尼做，敢会唔对？
即摆少年吼，我袂听啦，嘛袂惯着，啊，咱这老的当安怎？迄囝是身上，但是玩影迄块肉呢，咱也是甲疼命命，惊去受个伤。那母婴呢？啊，不打不要报销，不打，甲你母子出来出来，打咧，伤着伤着咧伤，疼是父母的心玩影咧。阿伯，你莫遐伤心啦，这件代志。是我较歹势，歹势！你敢若讲这句歹势，我怎么敢当好起来心？当恁爸母面前吼，我要讲伊啦。本来这件代志，免得母甲出地步啦。我嘛有听破我这老面皮，甲你讲过呢。其实内听啊，你着甲说说讲讲的，着无代志啊。你现在一定着向伊，结果呢？但是变甲安尼啦。